哇，我的剑直接这样子换的啊。直接换这一把。我喜欢这一招。挑衅这两招，哎，挑衅也太多了吧？怎么会有这么多挑衅啊？挑衅可以增加那个评分的评价吧？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子。错过很多吗？我开多久了？2个小时有了吧？好，片图先选，以后可以瞬移。你说先学吗？你是说下面那几招是不是？我看一下，这个，哦，我以为这是挑衅的形态，原来是骗图哦，这是四种风格啦，靠腰啊，剑圣，枪的。我应该是会到时候往这个片图先发展吧。我比较习惯就是打一打之后有没有，然后顺到敌人身边，然后再继续做连段攻击。个人习惯，片图闪怪专用的。没什么变，那也不好。哦，要放开哦。哦，我已经放开了。有了，还要放开呢？怎么跟之前不一样？按法稍微有点不同。Looks like I overslept. Time for a warm up. 跳不过去，
挑衅学一次我就哭死，其他不用学了，很强吗？对嘛，这样就死路一条了嘛。 3S， 拍拍手叫狗狗，你学了就没钱花了。I'm not a fan of ruins. 是说你刚刚讲的那个挑衅有真的很强吗？ 挑衅下去，伤害 9999， 秒杀，有没有？<笑>啊，直接给你秒杀，有没有？ 啊，什么叫大海碗？哦，我懂你的意思了。不然感觉好像那么贵，然后又没什么用处，那买来干嘛的？就真的不太懂了。哇，掉下来了。 刚刚它的掉下来是哪里掉下来啊？ 保持 S 级评价 ，S 级哦 ，S 级的话就切换武器打看看好了。神无怨安你好，全能设计你好，所以他不能被打到欸，被打到就失败了。
我按错了，再一次，我就不相信。好，好像给你一分钟吧，撑过一分钟就好了。可是我总不可能完全都在撑吧？我的 DT 会消失呢？哦，50秒，对不对？啊，我挡啦！ 挡一下，后面挡不住是不是？还是说我的 DT 没了？全程开枪把他们击飞不就好了？我是弯道，我是弯道叉叉，靠背。 他砍我也会增加，再多试几次，怎么可能？ 我知道我的评价有上升啊，但是 DT 会持续扣啊？难道我要从头到尾都不做任何伤害？哎，评价没了，哈哈哈哈哈哈！干，妈的！不然我这样子好了，我先来看一下我的 DT 全部用完，我的评价会我的时间剩多少，然后再去稍微看一下，行不行？ 靠北，他不攻击啊，妈的！我给怪打就可以了。哎，DT在扣啊！ 哦，不是按的吗？重点你也必须要让他不断的俩攻击你才行啊！完了，打到中间换一下全套，增加一下评价好了。
要换那个，换个武器，增加评价量。注意哦，这根本没有办法全程站桩啊！你全程站桩，你评价就掉了、啊。对，要灵活切换武器才行，然后你又不能被攻击到，一攻击直接掉评价。Oh my god， 有点难啊。哎呀，有够难的，可能是用挑衅加格挡，挑衅我没血啊，那可能就是变成要溜一波操作。按错，按到 R1 去了嘛的。一个紧张就乱按，四代的最烦哦。我有玩过四代啊，某些直接跳过不打、啊，太烦了。完了，完了！哇，差一点点，我操你的！啊，一直使不出那一招连刺啊！他妈拉的那个连刺冲过去按住啊！哎呀，狠啊！狠啊！我刚才一直想要用那一招连刺来增加评价，你知道吗？刚才他妈的就死不出来。在这里用你会放不出来。过了，啊！那只怪在干嘛？逛街？哇兹！好，结束了，终于，终于啊！终于啊！可以安心上路了。好，打完了。有，然后再来打掉下一层。哦，这边有两个哎，要打哪一个才好啊？真难抉择，我先打掉这一个好了。下降一层，
果然如此，顺序上有差。 我们恶心的眼睛。 有摩托车时，你就不会想要这把第二把武器了。好，摩托车连断性能更加就对了。你看这两颗有没有像什么东西？有没有像男人最痛的地方？啊！它爆掉了，男人最痛。 啊！我的男人，男人应有的自尊没了，啊，去了。哦，到了这里。 还好还没升液台啊？怎样？光看就感觉好像已经开始痛了这样子，感觉痛痛的啊！一打一，而且你不觉得他这样挥拳的那个声音啊，还蛮相似的哈、哦？哈哈哈！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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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魔界之门，双刀哥，哇哦，会召唤怪物哎。
生。凡人的不先打，有啊，我先打他凡人的啊。凡人就是那些小怪很烦人啊，先把小怪打死，你才能专心打那只在旁边哦召唤的小召唤的敌人，对不对？哇！哇！又是那一家伙。Oh no! No!老同学怎么知道直播方舟？等我想直播的时候，我就会直播方舟了。嘿，这么简单。哪天呢？我的头盖骨发出灵光的时候，我就会直播方舟了，知道吗？哎呦，差点掉下去！我要怎么走呢？那边好像不能下去哦，走这里。切换一下。哦，这边有。没了，他是但丁，对吧？他但丁啊，老头觉得划算就买了。方舟270哦，超级特价嘛，对不对？不要去买那种什么露天那些发号的哦，那个不要哦。我觉得去买 Steam 上面的会比较安全一点哦，不要去。买那种来路不明的，不然有风险。我要打王了，是不是？
老头要不要跳芭蕾舞哦？不要，不跳，是吗？新技能，不给看，每个动作都一样是怎样？故意的，算了。然后把这个学满的，好吧，剩下的留着。买一个。上下左右 B 可以瞬移。好了，打王时间。有，我们现在好像才在第十章而已，哇！据说二十章要玩很久哦。Oh, they're just gonna let me through. Boy, wouldn't that be the day? 你买光等等你就知道了，没关系啊。哇！摩托车，我的武器。哇，这只超帅！Sparta。I thought you had better taste than that. How about I take it in a little? Yeah, 压制威武。挡不住，太远了吧。哦，速度变快了、哦！什么东西掉了？还有这回事啊！融合，不都一魂之剑。哇，鞭尸喽！
还以为他是在天元突破，是不是？啊、哦，吹熄。嗨，身材还是一样很好。You okay? I've been better. Yo， 卫生纸准备一下。Dante, that demon is.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Just rest. Dante， 完全不想鸟他。Dante, wait.喂！我有新武器了。所有的十八禁呢？这边的十八禁只有分尸、哦、分解、血腥啊、没有露肉点，但是有有腿可以看，可以。好、啊，干！万恶的布，妈气死人了！你再扑试试看。我一装那个补丁，有没有把那个布给拿掉 ？Dante's left. Yes. And I don't think he can win. 啊？他认为他赢不了。What was that demon V? Where did it come from? 一定偷抓。Your son's not a demon. I know that for a fact because I'm from the underworld.My God, what are you then? It doesn't matter. I'm a shadow of my former self who lost everything. 前世留下的影子。The story of my birth. 这个人会不会是斯巴达？老爸的影子制造出来的。随便讲的，我也不知道。到时候看不到老头 YT， 因为播十八禁影片。其实不会呢，战神三就没事啊，只是被丢了一个年龄限制而已啊。哇，多一坨摩托车，用摩托车把手控制双刃，断魂之具。哇，武器越来越多了，我天哪、啊！我的内内，哦，我说牛乳。Suffering defeat after defeat, that man's body was reaching its limit, breaking down. But he couldn't die yet. The man had a job that must be done. Oh. To defeat his twin brother. 维吉尔。Dante. This is how 维吉尔把他儿子的手给拿过来嘛。然后他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虚弱啊？他回到他自己的老家，杀了自己。打不过这个蠢蠢。His younger brother, he could only do one thing with the crumbling flesh and feelings. He needed to separate man from devil with the strength of the Yamato. Yamato. And eventually, the man became a true devil. 变得真正的恶魔。那为什么寄宿在他身上的是他的谁啊 ？I've tried to hold together my crumbling flesh with what little demonic power I have left, but I'm approaching my limit. 所以说这个是维吉尔的分身。Gaining my human soul, I've realized 人性灵魂。The gravity of the crime I've committed. I've realized how important everything was.Everything I've thrown away in my pursuit of power. 所以他就是维吉尔，维吉尔就是他。Is that why you went to find Dante? 是这样吗 ？Yes. Foolish.
我20章8小时半，加油加油加油！人性啊 ！Maybe right, my wrong. Tell me. 我是这fool before you, right? I'm not your mommy, V. You're a big boy, and you need to see this through. 你他妈的再这样试试看！最好是衣服脱了，变身美少女战士。我的奶奶！该死的魔法，气死人了！你以为你是巫师三吗？丁小轩安安，How's that for road rash？看你砍得这么爽，我也来爽一波。